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哦哦哦，哦，那台车好长啊！今天的今天富兰克林开这台 Benz， 它的轮胎很炫，很酷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去他新购买的豪宅。豪宅呢，在这个靠近这个山区啊，有一个隐藏的瀑布。这台车会不会太长一点啊？然后呢，这个瀑布这边呢有一个小型的豪宅，停满了他的爱车。等一下，前面那台车，那是怎样？太长？不会吧？左边还可一台蓝色的，这塞车了吧？那过不去啊！我不管，小心小心，小心一点好不好？欸，旁边这里，你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干什么？又不是我撞你的，又不是我撞你的。哎呦，凶凶凶！过来啊，再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真是的，爱闹。你挡住我的路了啦！这么多台车是要怎么过啦？别闹好不好？别闹了，好来，我们现在把这台车放到边边好了，因为车子很多，已经塞车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车子应该不会被人家偷啦，会有防盗锁。OK， 我们现在这边呢有很多栏杆把它围起来。哎呦，飞机耶！哇，这是怎样？是把这边围起来了、啊，过不去了、啊。哇哦，这边有这个火，这是这是入口的地方，也是大门已经打开了。哇哦，一进来就有四台跑车啊，灵蛇，是什么？蓝色的 ，120。哦，这台是法拉利吗？不是，兰博基尼，这次不会讲错了，不是兰博基尼。OK， 然后上面有这个加油站。我们这进来的时候会出现，这是回转的道吗？哎呀，这个绕过去。哦，这是回转道。回转道有什么用啊 ？Anyway， 我们现在就直接上去。叮咚！等一下，为什么一进来一堆喇叭、啊？是什么展示厅吗？吉他？这是我的沙发跟电视机、啊。我在这里啊！哇嘞 ！OK， 我们这边很多啤酒哦。不钱呐、啊！果然要围起来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就不会有小偷了。这个杂志不太性感啊。然后这个是看这个飞机的，看星星的地方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看他们这边，富兰克林呢获得很多奖项啊，全部都是他的奖牌，然后他的枪支全部放在上面。随时啊，以备不时之需啊。然后这是他的这是他的配件之类的。然后衣服，衣服直接挂在这里啊，也纸套。这是他煮饭的地方啊，这边都是一些灯火，这是他煮饭的地方。等一下，最新型的磁铁啊，没有刀子可以直接吸在上面啊，这样蛮方便的。当然也是有放在这个刀桶里面的。哦，这边有好多钱，超多钱的。
这个是上网电脑桌，一堆啤酒，哦，哟，过嘛，这有四个摇杆哦，对不对？什么360吗？360，好赞的，他是邀请大家来这边玩。对，这是上厕所的地方，上厕所应该不会被人家看到吧？除非从旁边进来的阿嬷看到我上厕所，那好害羞哦。哟，洗澡哦，我洗澡的地方，阿嬷偷看我，把它闭了。OK， 这边有大一颗石头。我们先去逛三楼，三楼逛完，我们再逛下面，好不好？那个三楼啊，哇，好酷！哦，这是我的卧室啊，卧室三台萤幕啊，哎，跟我的桌子好像啊，三台萤幕，旁边有喇叭，对，然后这是摇杆。然后，哦，四人睡的床啊，对，双人床并在一起的，叫什么叫？又不是指着你，乱叫、啊，是的。好，我们这，怎么这么害怕、啊？外面真的很塞哎。看看，你看看，栽成这样，得了啊！下面是我的跑车，然后我的宾士停在远远的地方。我们的主卧室看完了，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是室外的 BBQ 的地方，因为可以看很远很远的山区，有没有？飞机耶，飞机飞过去了，重，算了。哦，这个下雨，这沙发怎么办？不就淋湿吗 ？OK， 我们看一下楼下面的那个刚才坐的那个区域啊。怎么一直引到人家注意了啊？哦，原来是这里啊。哦，哇，这里好多酒瓶，然后，哦，私人俱乐部啊 ，OK， 这边是有辣妹这边跳钢管，然后可以拍照，然后，哎、欸，走出来，这里，哎、欸，你们继续啊，对不对？不会射你啦，不要害怕，啊。刚才不是有人钓鱼吗？那个人不见了。哇，浴缸浴的地方哦，棒哦。这里隐藏洞穴吗？我怎么过不去了？What the hell？ 哦，哎，我真的过不去哎。哦，太滑了。好了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我只是路过而已，好吧？好了，我们直接出去玩好了，因为现在这边大致上介绍到这边啊。我们开哪一台车啊？上次那台兰博基尼，好吧，红色的兰博基尼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车牌号码，台北市。让我过啊、哦！OK， 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啊，对不对？影片帮我点个大大的喜欢，大大的赞，好吧？然后
还没有订阅的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对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